多久没看到贾静雯修姐姐夫妇分享他家两个小宝贝的照片了，今天终于又有新粮食了。小布布在鬼灵精怪的路上一直前行，超级萌超级可爱。这么我们布布小姐模仿起了妈妈。只见照片中一本妈妈摸着嘴唇的杂志，旁边是我们小布布摸着自己小嘴巴的对比图，只不过妈妈是性感演绎，而我们 BUBU 小姐却是一副小吃货偷吃的样子。哈哈，真的越来越好看了。曾经很多人说布布小时候太好看了，长大容易长歪，事实证明我们的布布小妞依然颜值在线，小齐刘海看起来妞成熟了很多了哦。接下来我们的 BOYO 要闪亮登场了，这小姑娘从最开始的咿呀学语、妈妈襁褓，到现在666的走路，甚至现在都可以逃脱追击啦，哈哈。只见照片中 BOYO 立在墙角，脱光光的只穿一个小纸尿裤，想来我们看着可爱，妈妈在旁边就很无奈了。小妞头发变长了，这小宝儿看着真的超萌，评论处出现了一大波 BO 妞小妞妞的粉丝儿哦，一片一片的都超过姐姐了，哪家里有这两个小宝贝，真让人羡慕哦。希望还有更多宝贝的照片出现哦。最后送你们一个小宝贝儿来给小飞姐笑一个，关注小飞姐八卦随时知，我们的口号是没有蛀牙，笑口常开，耶！